我在希腊的去了16天，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拍摄。这个就是在一个小岛上拍摄的，是一个农民家的一面墙。因为当时我看它这个颜色的时候，这个墙的颜色是蓝的，有一些白的伤痕，我感觉得它很像一个人的脸。因为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很多经历的，很多很多故事，是吧？是吗？你同意吗？邓伟，摄影师，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时代的面孔，在0.45米处定格历史的瞬间。30年的艰辛之后，留下的是一份真实的感动。这些镜头中的世界名人形象，是邓伟在8年时间里自备环球拍摄世界名人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都在邓伟的人生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我去年在中国美术馆办展览的时候，中国美术馆收藏了我100幅作品啊。这时候以色列的大使夫人在开幕式的时候特别的走到我跟前，说开幕式结束以后，我想拉着你的手在我们拉宾总理的像前照一张相，我要把它带回国去。这张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的肖像拍摄于1994年，一年之后，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特拉维夫遇刺身亡。每年世界的新闻媒体都要报道在特拉维夫万人集会纪念这个和平英雄，所以那一天我首先走到以色列大使面前，跟他夫人走到拉宾总理的这张像前，在他拉手的那一瞬间呢，我就想了，虽然事隔了很多年了，过去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有人在想着一个人。2004年，邓伟将自己在海外的8年时间留下的日记集结成册，整理出版。在这本日记中，邓伟记录了自己在国外生活的艰辛，为拍摄每一位名人所做的努力，讲述了每一位名人改变世界的历程，留下了每一位名人在镜头里让邓伟感动的瞬间。2004年，张艺谋应邀为邓伟日记作序。早已成名的他在序言中讲述了一个在同学聚会上听来的故事。1988年，萧峰和导演张君钊在新疆的天山拍一部电影。萧峰从镜头里发现，数公里外的雪山上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走动。这个人影就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邓伟。当萧峰问起邓伟为何会在雪山上出现的时候，邓伟回答说，我在磨练我的意志，因为我要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了。1990年5月，邓伟作为访问学者来到英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一周后，原本应当回国的邓伟却做出决定留在英国，以这里为起点，开始他筹划已久的自费拍摄世界名人的计划。我电影学院我的学生，我现在他挺好的，其实他就跟我讲，当时我不理解的，他就跟我讲，他说邓老师，天上不能掉馅饼，一切都你自己干。初到异乡的邓伟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将如何生存下去。在准备出国时，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遇到了很多困难，包括在工厂里面做苦工，在这个在这个旅馆里面做清洁工，在餐馆里面做打杂的。繁重的工作并不能给邓伟带来足够的收入，除去每日必要的开销和购买胶卷的费用，
邓伟几乎无法为自己的拍摄计划筹集到足够的经费，也只有在休息日别人的摄影作品展上，邓伟能够不被打扰，安静地享受一顿视觉大餐。我曾经想过住垃圾站都行，因为英国垃圾站很干净，就是每间每户都像一个小房子一样，它一个大垃圾桶，完了外头还一门。那倒完垃圾后，你把门关上，我没地儿住，我就钻在那垃圾桶边上的睡觉，就是我想象中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从想象中的就是我背着摄影器材比较沉嘛，我买一辆自行车，准备把这些东西驮着，驮着走，拉着，就是一个流动的，比吉普赛那大篷车还差，那个有篷可以遮雨、遮挡寒的，我什么都没有。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同时，邓伟也开始着手实施他的拍摄计划。他翻遍了世界人物大词典，从中选取让自己感动的人物，寄出亲手书写的采访邀请函，邀请他们接受自己的拍摄和采访，然后便开始拍摄前的漫长的等待。而这一等，邓伟就等了整整一年。在这个年代，这个红遍中国的声音歌颂的是经历过十年冬季之后中国人迎来的一个新的春天。1978年，一部名叫《小花》的电影开始拍摄，没有人知道它将在来年为中国电影添上一笔春天的色彩。1978年，19岁的邓伟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这一年，张艺谋、陈凯歌、何群、萧峰也走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对于原本学习美术的邓伟来说，倍感新奇的照相机在其他同学的眼中却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设备了。张艺谋有照相机，有自己的照相机，尽管不是很高级的照相机，有他很爱惜的，有他自己的武器，他自己的工具，我没有。还有我们班有的同学有海鸥 DF 照相机，甚至有国外照相机，好牌子，就是家里的父亲就是从事摄影工作，这样的就也有人在，大有人在，而我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台海鸥205的照相机，我们就到了我们实验室。当我拿到相机那感觉，觉得很神奇，很棒，就是挺喜欢他的，就是这个感觉，挺喜欢的，特别喜欢他。就是我记得我中午睡觉的时候，我把那照相机搁在我枕边上，反复看他，就是我的一个礼物，是就是学校给了我一个礼物，很好的礼物。刚刚拿到照相机的邓伟，兴奋地赶到自己的美术老师李可染先生家里，他要向老师展示自己新的礼物，也想为李可染拍摄一张照片，感谢老师的栽培。然而，邓伟却忘记了自己对照相技术根本一窍不通。我拿起来给柯染先生拍摄的时候，他就笑了，我教你吧，就走到了这扇窗户前，他说，这你看，主光收光面有了，背光面有了。所以我的第一个模特，严格的说是我的老师，是李可染先生，第一个教我摄影的人是李可染先生。2年前，1976年，17岁的邓伟听说一位老画家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疗养治病，便拿着自己的美术习作前去拜访。老画家也对不谙世事的邓伟偏爱有加，这位老画家就是李可染。69岁的他刚刚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为漫长的冬天。我16、17岁的时候，我跟他学画画，15岁、16岁、17岁、18岁这几年啊，跟他学画。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带个小横课本，他说话我就记，他画画我在旁边临摹，他还给我改错别字。有一次呢，这个柯染先生给我讲这个要遵守这个时间不能迟到，就是张良跟黄石公在坝上受兵书给他，张良去了好几次都迟到了，最后一次天没完全黑下来他就去了，等到半夜的时候黄石公去把兵书给了他了。所以李可染先生给我讲这样的故事呢，就让我遵守时间。所以他不但教我画画，
教我做人不能迟到守信用，还教我学习语文学习作文。李可染对邓伟的言传身授，让不懂摄影的邓伟迫切地希望能够通过手中的相机为老人拍摄肖像，以表达他对老师的感激。继而邓伟又萌发了为他周围的每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拍摄肖像的念头。我为了报答这些老师的恩情，给朱光潜、给李可染、给启功先生就拍照片了。在拍照的同时，我父亲就劝我说，如果你照片太慢了嘛，因为你这种还洗很多，而且满足不了波浪反正以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人的目的，和我父亲我策划了拍摄中国文化名人这本画册，这样来的，是从我身边的人拍起的，我熟悉的人拍起的，感动过我的人拍起的。当时我们把形象放在第二，把采访放在第一，每个人物对社会治学人生为人某一方面要谈他自己的感悟，而且还亲笔写下来。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邓伟并不知道这将会是一项怎样的工作，他也并不清楚这项工作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阻力和困境。此时的邓伟更不知道这将是自己一生的事业。我父亲实际上在经营我的人生，但他不是有意识的，我父亲是很实际，就是我那会儿小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买了叫通用学生月票，比如说像放暑假了，北京买一张学生月票，我就可以到北京的郊区去到处跑，就一个人跑。后来我再大点以后，小学二三年级以后，寒暑假他就让我到黄河，内蒙古的黄河、河南的黄河、山东的黄河去走，一个人走去旅行。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学生毕业了，同学们都被分配到了各自的工作单位，开始追逐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在邓伟看来，自己的电影梦也同其他同学一样，才刚刚开始。这些由邓伟拍摄的中国名人的肖像组成的《中国文化人影录》，1985年在香港出版。其中共有邓伟在六年的时间里拍摄的感动邓伟的近百位中国文化名人。因为太多感动我的人和事儿，所以我才想用照相机表述记录。实际上照相机最初是表达我的一种感恩之情。这本书近百个感动邓伟的瞬间，浓缩了这些熬过了漫长冬季的文人对春天的理解。邓伟用手中的相机将他眼中的历史定格为记忆。历史一个是留给后人判断的，历史是需要历史的人经历历史的人物去撰写它，去爱护它，去真实客观的去表现它的。我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是一个教历史的人，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为历史做贡献的人。现在我才明白，包括他对我的培养。记录历史是一种责任，对于邓伟来说，对责任的感触最初则来源于父亲的影响。文革后期，我父亲获得最后的政治审查的自由是很晚的。我记得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人事处长叫我很正式谈了一次话，念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我父亲的一个红头文件，认为某某某某，在历史上，咱们老讲历史嘛，没有问题，清白。当时我非常的，听完以后非常激动，我就马上回家告诉我父亲，我父亲非常平淡，我父亲跟我说这样的话，说你就读的这个电影学院，文革时期叫中央五期艺术大学。在这之前，文革最激烈的那几年，我干校就在那儿。你到后面看看，那个猪圈就是我住的地方。父亲的从容淡定带给邓伟的是深深的思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里便又多了一个寻找的身影。邓伟也在苦苦地寻找着自己的从容和淡定。所以我在电影院读书，
青山读书那几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疲惫的时候，不敢往前走的时候，我就走到后面的猪圈。我父亲当时和猪住在一起，因为我是属猪的啊。后来我在英国拍摄的时候，在那个工厂里面，塞浦路斯的一个工人就踢我的屁股，说你像臭猪一样干得这么慢。我告诉他，我说我就是属猪的，所以我很爱猪，不仅仅因为我是属猪，因为猪跟我有历史上的故事，有我父亲住过猪圈这样的历史上的真实的故事。在邓伟的记忆里，几乎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亲便有意地影响着邓伟，通过训练培养他的品格，磨练他的意志，而这样的训练几乎从未间断。我父亲觉得我是一个很火爆脾气，但我父亲有一些训练我的方法，减少急躁的方法。他把一封信，很重要的一封信，一个比如说一个重要人物写的一封信，按现在说叫文物，他嚓给撕了，撕得很碎，他让我一点点给对上拼上，这需要好多好多天的时间。1980年的秋天，北京西城三里河南沙沟，挎着照相机拿着三脚架的邓伟出现在钱钟书家门口的小巷里。他四处向人打听着钱钟书先生家的门牌号码，轻轻地敲响了钱钟书家紧闭的大门。他希望能够为钱钟书拍摄一张肖像。我根本就没进他门，他打开大门以后当着我面就说，我不让你拍，我不想让你拍，我不想让任何人拍，就这么说了。我觉得很真诚。遭到拒绝的邓伟并没有放弃，他站在钱钟书家的门前静静地等待着。我要跟您想拜访您，想访问您，您拒绝了以后我没走，我在您屋门外头站着了，站了一个上午，您什么感觉？我想访问您，您拒绝了，但是您隔了半天一看我还在门外呢，当您出去办事一拉门一看，这个邓伟还在外面站着，您什么感觉？是一种感动，那感动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原谅理解。不知是邓伟的执着还是钱钟书的恻隐，从不愿照相的钱钟书终于答应了邓伟，允许他为自己拍摄一张相片。几天之后，当钱钟书拿到这张相片，又破例允许邓伟为他和杨绛拍摄了这张合影。最初的拒绝在别人看来是挫折，但在邓伟看来则是一种磨练。正是因为有这种锻炼，在钱宅钱先生家大门外的被拒之门外的这种不断的练习，心理的那承受力，我才能走上世界，经受住那么多人，上百人，甚至上千次回合。因为一个人100回合，一个人10个回合，上百人不就1000个回合，甚至不止 N 次个回合的较量。而这种较量我觉得是有益的，对人的思想的磨练，意志的磨练，品格的磨练，技术技巧技能的磨练都是需要的。对于我和我的年轻的朋友们意味着，我们有可能拍更好的中国电影。随着1988年这一刻的到来，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学生们开始站在了中国电影的舞台中央。这一刻，留校任教的邓伟依旧做着他关于电影的梦。我以前做梦的时候，我经常梦到我那个一身汗我就醒了。我在拍那个电影摄影，阿莱摄影就响一身汗，是什么？我激动的一身汗，我觉得我在取景器的后面在拍电影。当时留校当老师了，我还是想着多拍电影，拍了青春剧以后还想拍本次列车终点，拍这个最后的一个镜头，拍摄这个前方急转弯，拍摄未发出的黄牌等等。我拍摄的很多电影的名字你一听都是不吉利的，未发出的黄牌，前方急转弯，是吧，这个本次列车终点，是吧？青春记。
当在电影事业中感到迷茫的时候，邓伟在摄影中找到了感动他的力量。我给画家叶浅鱼先生拍摄，当时他住在美术馆后街的一个几十户的一个大杂院里面，冬天很冷。王仁美呢，他夫人给他生那个，他是南方人，不会中国北京那蜂窝炉火灭了，这个叶浅鱼先生在同伙，我拍了这么一画面，在这个画面的背景上就有一颗铸顶红花，他物质生活已经困难的买几块蜂窝煤，几块钱几分钱都买不起了，很冷，他还养了一盆花，花不是说多高贵，说明他的物质对精神的一种追求和爱。有一次我见俞平伯先生的时候，我第一次给他拍摄，第二次我就给他送照片嘛，在三里河，在南沙沟，当时特别感动，他给我写了一首诗。当时给我写了一首诗，他给我想了几天了。写完一首诗以后呢，这个诗的大意就是啊，说那个灯啊，那个蜡烛还有那么一点光亮，肯定有人还会拿着这个蜡烛，既欣赏这个蜡烛，也会给这蜡烛照给别人更多的亮。俞平伯先生的赠语在邓伟的心中激起一片浪花，他开始幻想能在更大的世界里面做出更多的事情。一边做电影当老师的时候啊，一边在拍照片的时候，在抢救中国文化名，巴金、茅盾、丁玲、钱钟书，在拍摄的时候我还是抱着愿望啊，我将来还是做电影的，我现在先抢救文物吧，活文物吧。随着拍摄中国名人的计划即将完成，邓伟开始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更大的舞台，他要开始拍摄影响世界的名人们。这一次邓伟的父亲依然支持邓伟的计划，他为邓伟抄写各个名人的传记资料，帮邓伟寄出一封封请求允许拍摄的信件。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给邓伟回信的人只有一个，而且拒绝了拍摄的要求。1983年、84年，就是我拍完《中国文化名人》，85年在香港三联书店正式出版的时候，开始写信，而且我还把这个信带到香港去过，叫船王包玉刚先生，他是唯一的给我回信的一个人，因为我把信带到他的公司啊，递到他的传达室，很多就是没有回信啊，没有回音，很多都是没有回音。正是因为都没有回音，才给了一个否定答案的这个回音，我才觉得印象很深。初次走向世界的失败，不但没有使邓伟打消念头，拍摄世界名人肖像的愿望反而愈加强烈。1991年7月，邓伟来到了新加坡，他要约见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在遭遇了多次的拒绝之后，邓伟终于取得了李光耀的同意，被允许为他拍摄肖像。尽管20天的等待换来的只有10分钟的拍摄时间，但在一间小小的会客厅里，邓伟拍下的这张李光耀的肖像，却是邓伟在环球拍摄世界名人计划当中完成的第一幅肖像，也是他迈向世界的第一步。时间里，邓伟走遍了世界各地，拍摄了近100位世界名人，留下了100万字的日记，也留下了近100张影响了世界的面孔。而用镜头记录这些面孔，是邓伟准备用一生去完成的事业。我也在做历史，在做图像的历史。我父亲是用文字做历史，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图文的时代。在他们已经过去的时代，更多的是一种文字的时代。我只是一个走路的人，走生命之路的人。但您把我归纳了，您认为生命之路是历史，那我想想啊，我该为历史做事儿。但做的事儿怎么样，是交给读者、交给观众、交给更多的人、后来的人